你老婆在打电话。啊？跟朋友说等一下打啊。你现在在现场啊？没有，现在我们录音。嗯，是我老婆丽青。嗨。你能不能说个大家好？大家好。然后呢？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们可以把摇的方向一样，好不好？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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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很好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是我老婆，这就是我老婆。我她就长这样，你怎么办呢？是我老婆，林青。嗨。她就长这样，你怎么办呢？这我们林青呢，这老先生，一大串香蕉割下来。接下来就是我老婆送药。北海道黄花鱼有叶斋吗？北海道的黄花鱼。你一定看到，你看到镜头一定要这样子吗？我老婆炒的米粉，煎的鱼，挤点柠檬，这是我们自个儿菜园里面种的紫苏，这个小嘎啦，煮的汤啊特别好吃，就是稻田旁边的水沟里长的。山里头的屋子就是这么干干净净、简简陋陋、乱七八糟，但是井然有序。这个乱中有序，不是井然有序。给我们的厨房就这么小，够了。楼上还有一层，有给三个小孩留的那个屋子，如果他们回来可以住，但是不回来的话也不怕。盖着房子，老婆很费心。你看外面那个柱子很粗吧？罗斯福路跟和平东路口有一家，这个有一家是卖那个新鲜牛肉。猫养在外面有个好处，就是每天我老婆喂的，他们不太喂得太饱，不喂太饱就绝对不饿，不把它喂得太饱它就不会懒。然后那个猫呢就到处看，晚上你看到昆虫它也抓，白天看到青蛙什么的小老鼠，尤其是夏天我们山里头有蛇，猫是抓蛇的，毒蛇也抓，不毒的什么锦蛇、棉蛇，就这么粗的蛇抓。这奇怪，三只猫合起来，它们怎么会这样啊？没事，它为了感谢主人，它会抓到一只小老鼠，轻轻地放在门口，咬死了的，放在门口。据说这就是猫对主人的一种感谢，一个礼物。有的时候抓个青蛙放那边，我心说，哎呀，你叨两张钞票来也好啊，知道回馈了，好过去摸摸它。这老鼠肉你吃吧，我们不合适。一个叫太阳，一个叫月亮，立马打网。哎呀，三天不吃东西了，一人一点东西吃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